哇，咩嚟噶？好巨型啊！佢系鲸鲨 （whale shark）， 又叫做豆腐鲨、大堪鲨或者鲸鲛，系而家世界上体型最大嘅鱼，亦都系类食鲨鱼之一。鲸鲨嘅平均长度系9.7米，平均重量9公吨。有纪录最长嘅鲸鲨长达18.8米，仲长过双层巴士啊！鲸鲨身体大部分都系灰色，个肚就系白色，身上面嘅斑点独一无二，所以生物学家可以用佢哋嘅斑点嚟辨认唔同嘅个体。鲸鲨主要捕食小型嘅动植物，好多时见到佢哋擘大个口，就系喺度掠食浮游生物。虽然拥有庞大嘅身躯，但系鲸鲨个性温和，唔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嘅危害。鲸鲨嘅寿命可以达到70至100年，生活喺热带同埋温带海域。大家去到马尔代夫、菲律宾、印尼、墨西哥或者澳洲等地潜水，都有机会遇到佢哋噶。